Welcome back to another on the table review for Xiaomi Pad 4. Well, I received a gameplay mobile. I received a request from gameplay mobiles asked to test Black Derserk mobile. Black Derserk mobile is a Korea game. You can see actually it's Korea text. I think, just guess. I got learn how to pronounce, but sometimes also always fail. Well, this download will like forever. I'm already download 1 GB in front, and after that I need to download 2 GB more. Well, but look at the screen. Look at the display. All the face. Just like the actor in Korea, they look the same. I think the only link between them is they're made by people. Well, okay, I better not talk about that. Okay, I'm not going to wait to download it fully, but enjoy the watching the screen for a few moments. Then I will pause it and then come back later after it's finished. I finally finished download and I were going to try it. I just tried it. I tried to log in the game and walk around, but I have no idea what to say with this game. It's quite boring to me. I'm sorry about that, but I decided to find my wife to try on it because Korean text is her main language actually. So in next few minutes in Mandarin and Korean time. Guess you. 多好呀！你要配就配那种来配啊。OK， 就它。就它，你可以换啊！你怎么指个脸，然后进这个脸，然后。哦哟！我靠！好像你啊！打你！你就换脸啊！这个也可以脸，可以换眼睛、鼻子、嘴巴，全都可以换。哎呀，我不会看韩文，我都会弄的，你怎么就不会弄呢？我第一次玩这个东西呀。你。我也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啊，就这个脸，这么凶哦！ Okay. 凶什么？不凶。哦，肯定了，给个角色名看，这叫什么？皮肤上体还可以选肤色啊。都说你大全身大小高矮肥瘦都可以选。哎，果然一白遮三丑、啊。你要把胸部变下垂也可以，这个我乱说的。确定啦？嗯。这样啊，身材也没选啊，高低。有啊，哦，肤色选了，你点叉叉先，然后呢？然后你看左边啊，这边也不是 navigation 吗？脸的五官，哦、你要移动你的眼睛上下左右靠近靠远，鼻子高扬低，嘴唇肥厚，全都可以调啊！这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整容游戏。哇！哎，这是猪吗？哼！你弄了个猪。应该可以把那个脸转一转，看旁边吧。啊，要看这里，要转用这个转呗。嗯。嗯。侧面还 OK。可以。那眼睛你要不要放非常远，把它变成鱼眼，左右眼。放了，我才不要。那放肚脐眼。嗯，眼睛。眼睛你可以点着它挪来挪去，就挪眼睛上一点下一点之类的。OK， 眼睛的颜色应该可以改吧？可以吧，不知道。颜色，你应该是这个吧？那个，哦，这个。改不了。UI。也不是。这个是换头，那就先储存再说呗，应该是下一轮再弄。懂？非得要弄那么尖尖吗？鼻子这么小吗？呼吸不到了。不是的。猪，你的猪鼻子可以弄小吗？嘴唇要点另外一个。这鼻子不太对呀，可以回到刚才的。很嘟了。
憋得太小。俺度在哪里？已经俺度完了没？不就是在俺度吗？闭住鼻子。好了吧，就这样呗。黑什么？嘴唇？你要肥厚一点吗？你可以，咦？不是，它不是这样控制的。你看它有不同的模块嘛？嗯。你模只控制那个模块，然后你拉，比如说你拉这边，它可能就变成这样喽。小猪什么嘴猪啊？咦，我、哦、啊，这样子拉拉那个点，不是拉那个啊，变成哥吉拉，大嘴巴。看看，缩小就好。好大的嘴唇啊！哎，我觉得怎么调都是还是原本的比较好看了。是的，原本的在哪里？因为原本的出去外面直接点一个原本的就好了，点一个表点它，然后默认就好了。如果你可以进去 我发现给女生玩这种游戏基本上开场换装改改身材搞了半天都还没有开始玩游戏、嗯、好了回去吧，不改了不改了、嗯、身材至少改一改吧。身材啊，去哪里改？刚刚那个不身材吗？你点这个啊，不对，衣服、哦、不对，你先点这个，点这个进去，然后这不是身材吗、嗯然后你可以拉动吧，咦，肥，小小，嗯，都要小小。我喜欢纤细的。纤细。嗯，可是感觉下体还是很，哎呀妈下体还是很。好尖尖呢、啊，就跟你一样，从头拍到脚，你，很夸张的。咦。喂，小小小小小，这是最小的吧？是吧？挑战还可以再，整体可以再小，还是拿这个来的？放手，都最小了，全世界都变得最小，这个是高矮。哦。你要变这么矮吗？感觉也不是很矮，就这样吧。嗯。这感觉好不正。脸太小，身体太大，嗯，就这样吧。叫什么名字啊？随便啦，莫扎。嗯，莫扎，哎，韩文莫扎在韩文里是帽子。帽子。哎，少了个特，莫扎特。然后对啊，莫扎特。别那就这样了，方便吗？试完了也了，反正你很快就把它抛弃。怎么开始啊？开始喽！果然懂韩文，知道哪里开始。我刚刚点了半天，点不到开始，在右上角，个反常。啊，长臂弓吧，就是，哎，直接就这样过去了。大点，他那个是楼钉罢了。嗯，装备，防御的。他讲什么呀？讲这个是哪里？连我是谁？讲刚刚这个是几？我还没有忘记任何，我们在一起的一些日子，你还记得吗？为什么是你这么恶心？没关系，消失的记忆可以重新填补。我们的什么约定？会永远下去。你是听懂了还是看懂了？怎么可能听得懂？那个嘎嘎嘎嘎，原来是看懂的，不是听懂的，好吧？啊，你终于起来了！直到我睁开眼睛，你自己在这里转一转。哦，不是，直到你睁开眼睛，我一直在。旁边逗留，然后呢，该干什么 ？skip 啊、哦？为什么要干嘛？不知道，不是我操控的、哦，我的手在这里，什么都没干。那不是你的角色，这是 MMORPG， 就是很多人在玩，其他都是人。那我该干嘛？不知道啊，你看那左边不是给你告诉你要操纵那个小滑板，然后让你走动吗？那里？左下角。这个箭头吗？
不是，可是也可以。是你点的呀？我点了一下离箭头，然后就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可以你可以控制到方向的呀。然后你点这个应该是任务嘛，去到任务吧，这又不是。这不是任务。关掉。他这是在 talking 啊，说话。然后刚刚叫你去哪里说话来着？他没有写任何。为什么你都没有了？没有任务。哦，好吧。没有任务这不是这个吗？就是邮件。我现在收邮件。下邮件的下面这个零一。嗯，什么东西、啊哦？不知道，应该是跑去找 NPC， 就是给你讲讲话、做做任务那个。哎，然后呢？然后呢？他 OK 了，然后呢？然后现在，然后 OK 了，哎。你起来了，太开心了，真的等了好久呢。不要 skip， 不要 skip， 没事，没事，skip 就 skip， 其实不重要，就继续 skip 吧。能不能自由行动啊？到处跑一跑看看。这什么东西？不是自由跑，不是这样。昨天有一个 joystick， 左边，你先跳出这个，这个是画面。左边不是推动，推动。你点着那个左下角的钉，那不是这样跑？对，就是这样啦。哎呀，天才呀，你竟然会走了！我会跳啊，哇！你要去哪、啊？有，我也不知道哪里有房，我有路，我就往哪里走了。知道啊，你看哪一个是有没有任务啊？我看左上角一个灰色字的那个跳跳跳，那是任务啊。哪一个？这个啊？是不是，这个是讲谁谁谁获得了什么什么东西。垃圾。那那邮箱。东邮邮箱那边呢？我看一下啊，透析보상일지급됐습니다오픈기간이면되기전아이템을收取吧，右上右边那个应该是收取键。嗯，然后我得到了十个骰子。要干嘛？不懂。退出吧。左上角。全部收。嗯。左上角退出。回去那画面。爬上屋顶了。Aileen 과대화하기，谁是 Aileen？ 跟 Aileen 对话。别管他了 ，Aileen。嗯。那应该是这一个吧？啊，这是任务，自动导航。End for 什么 ？Terran End for。到了，七六年。是要对话，对对话。终于像一个韩国人讲话了。我是绝对不懂得，我是个不懂得放弃的人。放弃。让给什么什么？没事，滚吧。好。为什么不能接不能做任务？干嘛？商店。这是商店啊。对。叫什么？新天琼。一个是商店，一个是对话，还能干嘛？没干嘛。其实我是Aileen是什么？按常理来说，这个是应该要做任务去的，可是找不到任务点。怎么走？为什么刚是刚刚跳过太多了吗？这是什么？这是刚刚的对话，所以这没有任务的地区呀、啊。他这个这是任务吗？不是，地区情报。是哦，嗯，这边这个明明有冒险的准备，那就是这个 Aileen， Aileen， 对，他就是 Aileen， 可以跟他对话了。完成任务了，就这样吧。OK， 跑是没问题的，周围这么多玩家也不会卡顿什么的。我需要有没有地方可以啊？对，我要试一样东西，是可以有没有开那个？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那个调整画质的？调整画质，画质指的是什么？就是 graphic 啊，可能 graphic 啊，game 编辑 graphic 在这里。graphic 把全部开到最高 ，maximum。为什么两个锁子？这两个是什么？机器最大。机器。
机器最大，但是现在是最大的嘛，是吧？嗯，应该是机器最大值的意思吧。嗯，好，这好吧。然后编辑。编辑是吧？移动距离50米。移动进行，它动是观察距离吧？自动进行移动距离，使用 HP， 使用顺序。这个不用管它，这些都是那些操作的东西。效果。推出去，效果啊。有一个那个闪闪的，要吗？哦，开了。你现在可以跳出了，这个应该都开了。那个什么 off， 哎呀。有 audio。audio， 那就别管了。那调的现在看看画面有没有漂亮一点。就高清一点了。放大呀，看看人家的肚腩。都是玩家呀，这些。是。都是玩家，你看这么大的。高清吗？很高清的吗？要不尝，要不看看要不爬上。然后，好，就这样吧。你会想玩吗？如果这样的游戏，看我一眼。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嗯，好，测试结束，就这样，漂亮，很漂亮啊。嗯。嗯，爬上屋顶玩玩呗。你会爬上屋顶吗？爬上屋顶。可以爬上屋顶。来，泡泡。来了。哎呀。Yeah。还是不用爬上屋顶，那你，所以，你要去哪？我也不知道。那你要上山爬山吗？爬上山吗？不能出去啊！看我，我让你看我。看你，你放转荧幕放过去就好，看你了吗 ？OK， 好吧。高清倒挺高清的，好了，它只有颜值没有，让我一个就是初入打游戏的人想玩的欲望。OK，finish this， 我要把它删了，这什么破东西？拜拜。OK，that's it， unprofessional review， actually。In this series, just want to test the Xiaomi Pad. Is can this run those high graphic games? By the way, it seemed like running. It's no problems. If you like this video, thumbs up. Subscribe my channel. See you next time. And if you want to see any other test or application, you can leave a comment below. Maybe I will try it next time. Bye.